接下来这位我真的好喜欢哦，我觉得不管是用辣啊、可爱啊、性感啊，其实都可以套用在他身上啊，因为360度无死角的辣 DJ Soda 如今降落一级棒，而且罗翔要独家专访到女神，我觉得站在旁边都觉得哦好香哦。那最近呢，其实呢 DJ Soda 有个新闻，就是他拿到一个就业金卡，这个就业金卡呢，换言之可以让他在台湾到处工作啪啪走哦，而且你知道吗，人家的 IG 粉丝数已经突破500多万，我相信很多台湾的男性朋友应该都是他的粉丝吧。那如今呢，跟着一电视的镜头独家揭秘，看一下的女神私底下的模样，好辣好凶哦。皮卡皮卡皮卡我来打起波台都摆得空哎哎呀快娱乐情报，哇，今天有超级火辣的人在我旁边，是谁呢？请他走进秀下。超辣的耶，辣到不行，而且他现在香喷喷，觉得我有点害羞。贴着脸蛋魔鬼身材，连续6年被选为百大美女 DJ 第一名的韩国 DJ Soda， 三不五时就会在台湾看到他的身影，因为他现在来工作很方便。我想问一下，就说一号申请到所谓的就业金卡，我们这里就看到这个报道，想问一下说他申请就业金卡这个时间有过很长吗？然后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历程，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되게많이하고또한국이랑대만이랑가깝다보니까되게자주오게돼서지방에마치한국에있는뭐대전뭐그런지방에가듯이대만에숙제자주오겠어요근데이제아무래도자주오다보니까비자가필요할일이엄청많은데그때마다비자를수정하고기다리는게너무불편하고까다롭더라고요그리고이렇게내집처럼자주오는데너무불편한게많으니까더편리하게나도대만에서살수있는그런걸하고싶다해서네열심히찾아보고서신청을했는데생각보다빨리나와서아대만이나인정해주는구나하고서되게기뻤어요周大口中的宝岛仿佛就是他的后花园，连爱吃的东西都很到地。我喜欢珍珠奶茶啊，地瓜酥，超级到地那种。差不多，差不多。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台湾的火锅。嗯，豆花。甜食果然是女生，而且我觉得最厉害，他讲的这一串之后，你看他的身材。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差池啊！三天了，这会不会太辛苦？能不能听得懂？很辛苦嘞，应该不是已经习惯了。大概做了多长的时间？10年？十？근데그대신되게조금씩자주먹어요간식은좀많이먹는편이에요从事 DJ 超过10年的 Soda， 不仅播音乐，歌喉也是一级棒。还有出过那个迷你专辑跟不少单曲哦。那我想问他，就是说，现在就是 DJ 职业这么稳定了，会不会想要跨足一下歌手啊，或者是说演员的行业呢？嗯，제이번목표는중국어로노래를내는게목표예요好厉害哦！他想要挑战中文歌。那现在变得怎么样？是快歌还是慢歌？사람들이듣기편한노래듣기편한노래로아직은비트들을많이찾는중이에요刚除了就是，这个中文歌以外，那他现在在一些工作或个人规划上面，有没有想要在台湾完成的事情？연기에도전해보고싶어요。对，有没有想要演什么样类型的角色，或者是什么类型的剧本？나쁜녀미친녀可以。我发现大家都对，所谓这个反派蛮有兴趣的。为什么会选这个反派？멜로는재미없을것같아서좀재밌는스타일之前我记得有人去演过八点档那种类型的，但是他是讲台语的那种坏的反派角色，你会有兴趣？혹시아침드라마중에나쁜녀가있어요좋아요김치얼굴에던지는거정말이었어요
觉得他可能很快就会接到八点档的邀约之类的。对事业全心投入的 Soda， 其实也和一般女孩一样，想谈一场甜蜜恋爱。她现在这样子，台湾、韩国这么容易可以就是来工作，会不会想说，哎，来一段异国恋，开开心心的异国恋，还是说她想要在这边继续冲刺她的事业？那你觉得这个房间是快？我没有男朋友。这边电话是我打给我男朋友。这个真的太好了，真的是见花见不完了。这个今天自己想充电。从工作到感情都对台湾很有兴趣，孙娜也透露最近来台都会抓着翻译努力学习中文，相信粉丝们很快就能第一时间听到她的中文新歌，敬请期待。